看这只青蛙真是爽。他们在吃什么？青蛙不是这样吃的。让我教你们正确的吃法。首先拿起你的 iPad， 把青瓜砸得稀巴烂，装进盘子里，倒入美味的锅巴，最后撒上灵魂酱料，美味极了家人们。 Nice. 平板完好无损，